当这一天的时候，你给你妈妈啊一句温馨的祝福，是吧？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啊，那么他们会心里很高兴，是吧？这样就容易沟通。啊，在平时的时候，他们下班了以后累了，你也有一点问候的话，递一杯清茶，是吧？这也会很好。反正我平时跟我的儿子就是这样，他有时候给我吹吹背。寂寞，我的心痛在。